我现在碰到这蛮王的英雄我就烦，我现在蛮王这英雄他太会玩了都，恶心。今天好像被一把蛮王搞对象。他油了，杀不掉。他打优势局太厉害了，蛮王打劣势局不行，这优势局确实猛，就会玩的，很难翻。看他们杀人马，人马好像削了。等他去打三郎吧，但我们这波不能等他把 Q 叠满再上。对啊 ，Q 叠满上红。要上得快点上，先打他一套吧，打半血，卡特来了，这万豪还不动弹，还不过来，快过来呀！交闪。摸一下，这万豪来的太晚了，来早一点我感觉能双杀。这里有个眼，问问爱徒去哪了？爱徒就搁家待着的呗，去哪了？因为今天维护他不方便打日服，他就搁酒店待着呢呗，搁电竞酒店，他还能去哪？我要是给他开了，我会告诉你们的，兄弟们。这弹幕不会都是爱徒自己发的？好像就是爱徒自己发的。我感觉他加了好多那种好友，然后他在跟那些好友们说起义，弹幕带节奏。这分段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压力啊。你打野，你别玩，你玩上单呗。OK。你玩上单好一点。打野会有点压力。就不是有压力，是玩打野，感觉你玩打野意思不大，不如上单好玩。你玩上单观众是最多的，就我目前看起来的话，打野这位置本身就也不太容易吸引观众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你在刷野的时候，你看不。很多时候你看不到对面打野，他不像玩上单，上单你一直对线补兵啥的，他就是一个对线的过程，博弈的过程，就补刀啊，消耗一下呀，或者咋地的。野区可能比较枯燥，一直刷野，不太适合就是晚间的这个观众，你知道吧？他们可能看了就睡着了。打打杀杀。对，需要打打杀杀起来。就鞋子加布甲吧，就这样吧。猪妹打蛮王啊，猪妹打蛮王，应该哎，你看这个中单，眼神不是很好。行了，游戏结束。我拿下。嗯。把对面野怪吃了吧，应该没野怪了吧？他说完了。先来个河道蟹。来个辐射蟹，兄弟们，来个辐射蟹。几个恶魔？
怎么了？吃不吃东西？我们下播再吃吧。吃啥呢？下播吃早餐呗。没啥机会，行了，他 W 一放了，卡特肯定要嚣张起来了，这机会就来了，要不交易吧。这个人马在吃三郎，那三郎刚刷新，现在顶着这个，但是很难杀。他买装备了，把野怪收了吧，那个也吃了吧。蛮王现在咱们也不用怕的，有闪现能操作，这眼没放好，放这儿好了，眼的位置不太好。行了，把这个先锋打了吧，兄弟们，先锋也可以收一下。再来一个石头人，应该神装。对，回去先买神话吧。啊？上路就很难越呀，算了，出门往下走吧。这把我们可以做木刃啊，兄弟们。这把对面这个阵容吧，你像蛮王啥的，他们是很怕木刃的。对，木刃可以做到半血 WQA 直接秒杀，蛮王很容易开不出来大，血量越低木刃伤害越高。兄弟们没睡的兄弟们扣个一来，怎么这没弹幕啊？哎，咱号主在不在直播间？号主，我记得号主是说还有个小号，不行，把那小号给爱徒，完事。哎，爱徒没日服是吧？他没有日服，那算了。不是弹幕合同，我得知道咱直播间兄弟们睡没睡着。这我这播了半天的没有人发弹幕，你知道不？就光搁这看操作。敌を倒しました。味方が倒されました。这草里应该是有眼的。应该没眼。那我就把你杀了，然后再杀你。本来我只想杀一个，人马非要来拦着我。那你俩一起死。放先锋查一塔来，撤退，我自己单吃来，走，懂点事儿啊，懂点事儿，说我单吃就单吃，要不电炮削你啊。他没吃，他给我单吃了，但是他确实很想吃。
还是挺听话的，该说不说。闪现，这卡特我等个 W 能杀。哎呀，差一点伤害哟、哦！嘣，可以，来个暗影扩建吧。差点伤害，有点可惜了。这波要是出星石，感觉能杀的啊。星石可以刷个护盾。再来个遮眼，刚才都拿了1000嘛，1000块钱，没事。卡特这英雄塔拉随便杀的，卡特没控制，而且很脆，他拼伤害拼不过我。讲道理，你们这个3点半不睡觉的兄弟一般都是什么情况？是上班还是怎么的？上班，或者是有什么烦心事儿，在 emo 失眠。还有国外的，在国外。你看，这要是不削的话，有可能杀了。还有很多，因为玩不了。打断。味方がタワーを破壊しました。真的有很多国外的，就是这个点看直播，他们是那边刚起床，刚起床，然后看一会儿。因为在国外的吧，他比较想念这个自己的祖国，然后就是。看会儿直播，听会儿。而且一般他们这种人都是非常有实力的啊，贼有钱。就是给你刷个超火，就跟基本上相当于咱买包烟吧。这么随意？嗯，超级随意。这有个人。我操！不行，这波咋的也跑不了了，就最多把他杀了。蛮王那个大招是被控制的也能开，那不像艾克那个大控制就开不了了。有没有在缅甸看这个直播的？在什么？缅甸。我就把计划 E 吧。给你，我秀一把来，精华 E 秀一把。你看，我都不想杀你了，你这寒冰非要打个 E。这杀不了了，但我可以预判到他的位置，踩加速。逮到了！我操！哎呦我操！有闪现，
买啥装备呢？这钱买啥也不够啊，买暗爪吧，差三十块钱够了，买暗爪行，兄弟们，因为进化E吧，你跳完以后，每一次E都能触发一次暗爪，暗爪 CD 五秒，咱们带的这个灵性猎手可以让它减到三点几秒 ，CD 够用。引魔刀出一个呀，引魔刀下一件吧，下一件出引魔刀吧，先把伤害拉满。这卡特现在确实伤害有点伤害了。为啥我的螳螂没有动伤害？我的螳螂也没有动伤害。大伙子不一样了，大伙子。哎，感觉刚才慢了一点，慢了，没点出来，对，点水点慢了，是延迟的问题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不是吧？五十多延迟不至于，就是慢了。蛮王抓一下吧，但是蛮王有大。味方がタワーを破壊しました。好，他大招没开出来。味方が倒され。回家引魔刀，引魔刀做一下吧。这对面也不投啊，赶紧投了得了。我靠，没事，他俩都在死，这我没法点，这落地得平 A 一下。有引魔刀不用怕这卡特呀，哎，我想操作，我想杀他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想跑，我都想杀他。这蛮王开不出来大招，你信吗？不信。敌を倒しました。哎呦，我怎么老是让这卡特给逮到啊？没事，引魔刀吧，引魔刀，再来个十字镐。不行，我就引魔刀加迷烟黎明，迷烟黎明没啥用，引魔刀加收集者吧，再来个巨石短臂。我把你是不是1999年的？是啊，我把你年份都给打出来了，木刃1999，把年份都给你干出来了。
应该直播间有很多九九年的吧，但应该比较小的是。敵のダブルキル。敵を倒しました。味方が倒されました。操作了吧？快！你知道我这波还准备说什么吗？啊！你想想你自己被这个卡特宰几回了？我想说这句话啊，但是你没有给我机会说，直接操作了。对。减速，开不出来大，这慢慢开不出来大，半血直接给 Q 死了。那太高了，没反应过来了，他懵了。味方がタワーを破壊しました。一波。味方がタワーを破壊しました。味方がタワーを破壊しました。 OK、 我下班你上班。ビクトリー。